啊，这是人才的表演啊，对，也告一个小段落啦，对啊，那么魔术的表演呢，也告一下，这边画下一个美丽的句点。对，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都是我们第一次，然后很多表演者都是第一次上台表演，连我们主持人也都是第一次的。对啊，不好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包涵。那在第二次，我们下一届我们会加强改进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那这边特别感谢我们的所有工作者，哎，可以出来跟大家挥个手，探个头。哎，那边有没有人跟大家挥一下？来，跟大家出来跟大家挥一下手。来，都工作人员到这边到台上来跟大家敬个礼。好，那这些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，为我们的那个活动啊，当一个幕后推手，没有他们完成不了这场演出。对，还是我们在背后默默努力付出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邀请所有的魔术师出来跟我们敬个礼。邀请张永军。台这边跟大家做个合照哦，要跟我合照也可以哦，没有人跟你合照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接下来看我们演出，谢谢我们第二次。